鲤鱼潭风景区是运动休闲爱好者的运动热点之一。花东纵谷管理处为了提供运动休闲爱好者以及肢体障碍者来到鲤鱼潭运动之后，能够有舒适的地点进行盥洗，特别选择在潭北管理站旁设立了两处盥洗的空间，让运动休闲环境提供更完善的设施和设备。花东纵谷管理处为了要提供运动休闲爱好者以及肢体障碍者来到鲤鱼潭运动之后，能够有舒适的地点进行盥洗，特别选择在潭北管理站设立了两处盥洗空间。将近150万元所设立的两处盥洗室，只要民众有需要，就可以向鲤鱼潭管理站申请使用。无障碍码头完成之后，那为了让那个身障者在体验那个水游器活动之后有一个淋浴的空间，那我们在108年中的时候也完成了这两座的这个无障碍的淋浴间。那除了这个淋浴间可以供无障碍者使用之外，那也可以提供我们一般的那个铁马族，也就是自行车的游客，他们来到鲤鱼潭的时候也可以来使用，申请使用这个淋浴间，所以它是算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设施。目前的话，它目前的使用多一般这个无障碍者铁马族都有来跟我们做申请使用的情形，其实也是很方便啊，数量也多，陆陆续续都有。鲤鱼潭管理站主任也说，花东纵谷管理处在设立的无障碍码头之后，考量到肢体障碍者进行水域活动时需要更换衣物，所以重新设立了盥洗室的空间跟地点，也特别设计无障碍坡道，让更多的民众与运动爱好者只要向管理站提出申请都能够使用盥洗空间。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